满冲压，蛋仔岛饭好运喷雾了、啊、给我一瓶，给我也来一瓶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哎，That's good。哟，嗯，好运喷雾啊！嗨，这东西明显骗人的，好吗？我来。宝贝，你的考试成绩出来了，全是满分，这是妈妈奖励你的新皮肤，还有你最想要的圆梦兜兜龙。嗯，谢谢妈妈，你真好。嗨，儿子，你是我13多年的儿子吗？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呀，快跟我回去继承亿万单币的家业吧。好家伙，真的假的？这好运喷雾真的有那么神奇？大兄弟们，你们觉得这好运喷雾是真的吗？感觉是真的扣一，不是真的扣二。瞧好吧，不废话了，兄弟们，咱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哎呦啊，兄弟们，这喷完怎么有点神清气爽呢？我已经看到好运在向我招手了。我来。哦，白月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通知我啊？快说快说！给你个大嘴巴！大哥，你赶紧回家看看吧！刚才带饭子在你家门口放炮，不小心把你房子给点了。哎呀，快走快走！喂，不是吧？怎么我一喷就变成霉运喷雾了呀？哎呀，我。完了，兄弟们，这都到年根儿了，辉哥我这蛋币愣是没攒多少，房子还没了，这年可怎么过呀？这，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嗯，据小道消息爆料，财神悄悄登陆蛋仔岛了、啊，而且只要通过财神的考验，就能获得花不完的蛋币。哦，好家伙，财神竟然来蛋仔岛了，这不是天助我也吗？走走走，兄弟们，咱去看看怎么个事儿。嘿，计划成功。More moments later， 奇怪，这里应该有财神出没没错的呀。我来。啊，浪哥和瓦卡兄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还不是听说这里有什么财神，正好之前给保安队发福利没蛋币了，就想着过来看看嘛。对呀，听说能领到成千上万的蛋币呢，这样我给小子的十亿蛋币彩礼不就有着落了吗？怎么了，年轻人？是谁在呼唤我呀？哎呦我，兄弟们，财神显灵了吗？这是啊，对对对、啊、财神大哥，请问有花不完的蛋币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想要蛋币就要通过追财神的试炼，只要能在我准备的地图中追上我，自然会在终点获得成千上万的蛋币。哦，那还废什么话呀，财神，赶快把你说的那个什么试炼端上来吧。年轻人不要太心急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想要回报就要付出，挑战的门槛费是每人1000蛋币。1000蛋币啊，这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呀，辉哥，咱们三兄弟凑凑总该没问题吧。对呀、啊、辉哥，为了能过好年，咱们哥仨豁出去了。好。 Moments later， 快看，兄弟们，财神就在眼前呢。快点开始吧，辉哥，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。那兄弟们，你们也给视频点点赞，涨涨运气，助力我们轻松追上财神。OK， 我说这财神离这么近，知道他还不是手到先来。我先走了啊。哎哎，你怎么还抢跑了？但是没事啊，兄弟们，这些机关都是很基础的，咱只要不失误，肯定能追上。貔貅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，恭喜发财，送你个大貔貅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喝白酒，喝啤酒，喝红酒，喝洋酒，兄弟姐妹在一起快乐喝大酒。啊，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这次指定没问题。来，兄弟们，走曲儿。喂，搞错了，再来。星期五人生九点，星月的金龟天门，好人之中约聚会。清风中进的风景，遇见到一个同学，出来了几日他才纠结。
意思，兄弟们，我终于追上财神了。那财神到，也祝福屏幕前的小伙伴们财源滚滚，金玉满堂。这太好了。对呀，辉哥浪哥，这些不都是模型吗？压根不是真的元宝和蛋币呀！啊，怪了，兄弟们，咱这明显是被骗了呀！走走走，咱找那个财神理论理论去。赚翻了，赚翻了！没想到伪装成财神，轻而易举就赚了这么多蛋币。老大，要是他们通过挑战，咱不就露馅了吗？放心放心，那个地图我闻了上百遍。愣是一次都没追上过，等会小子他们回来，咱们早就跑路了。嗨，我又来了啊！哎，灰小子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好啊，你蛋贩的老大，果然又是你小子从中作祟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去你丫的！